你这是哪一块呢？我这是腰甸复活。腰甸复活。我这是腰甸复活。腰甸复活。长物腰甸。我这是就是腰甸腰甸这腰甸这复活搓。啊。那今年用了这个大理碗怎么样了？感觉？感觉效果就是还非常的好。效果好哈。这果子搓的好是比碗大的比软大。啊。嗯，叶片还比软个，看起黑。啊。嗯。颜色比较黑。而且你看长出来这个。 很少哈，缺少比较还是吃。现上也比较好，哎，啊，叶片大啊，叶片还大。叶片大啊，那膨大肥还在用不？用着哩嘛，继续用嘛。这是继续用嘛。那你这是几亩地呢？三亩地。三亩地啊。上来两袋。用了多长时间呢？用了多长时间？上这个肥。上这肥用了有4个小时哈吧。4个小时，那你上普通复合肥的话得多长时间？得1天。1天。啊。是不是上斤了？4斤还4厘，还4肉。4斤上厘啊。哈哈哈哈哈。